底难不难呢？你喜欢吗？我们还有进阶版，更多不一样的运动，不一样的姿势哦。那我们现在要教如何在板子上面站起来。那你的桨啊很重要，所以帮我双手握好它，帮我压在板子上。那我们刚刚有讲到甜蜜点的问题，所以等一下压好桨之后，你的左右脚哪一只脚都可以帮我脚掌站在甜蜜点的两边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这时候帮我做一个深蹲站起来。OK， 然后桨呢，帮我你的上手就是滑的另外一只手，我们都会叫上手，帮我握住手把，另外一只手呢，帮我握住大概一个肩宽再宽一点点。嘿，这是你握桨的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滑行。其实滑行啊，跟你在跪着的时候都一样，把你的桨叶从船的前面沿着船沿往后推，你的板子就会往前进。好，你的桨叶从屁股后面往前推，你的板子就会后退加转弯。那一样，如果你的板子歪掉啊，你可以换手。记得上手要换，换边你就可以转弯了。上岸的话，一样帮我把桨拿好，因为它是你吃饭的工具，划船的工具。那帮我一样，深蹲蹲下来，把桨扣在板子上，然后把膝盖跪回甜蜜点的两侧。好，那接下来上岸的方式跟我们跪姿上岸的方式全部都一样。你的外侧手压好桨叶，内侧手帮我扶着岸边，重心慢慢的往岸边去偏移，内侧脚帮我站到岸边上。好，接下来换你的外侧脚起来，桨拿着 ，OK。好，然后脚底板帮我撑在船上，脚底板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对对，这样撑着 ，OK。然后屁股可以放轻松的坐在你的脚上。对对对，先放轻松。太辛苦了吗？然后现在我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手啊，按住桨跟板子。好，其中一只脚脚底板帮我站在。对对对，好，稍微站开一点点。对，很好。还另外一只脚，重心帮我压在手上。对，很好。还站在甜蜜点旁边，还深蹲，核心稳定。对，很好，还脚稳定，脚稳定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还再稍微轻松一点，深呼吸，吐气，放轻松，很好，很好，你成功了，就是这样，放轻松，很好，还试试看，把你的左手放在握把上面，对，很好，身体再放轻松一点，很好，很好，还稍微感觉一下板子的左右平衡。好，你可以用脚，用你的脚去控制板子，所以你放轻松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的。好，你的上手帮我握在板子上，对，很好，放轻松，很好，你成功了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再放轻松一点，好。好，现在把你的脚从屁股往前推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还试试看换边滑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没问，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你做得很好，好，回来了，各位。那现在帮我双手拿着桨，然后按在慢慢蹲下来，然后按在板上，好，慢慢跪下来，对，很好，然后一样跪回甜蜜点的旁边，对，很好。给我们接下来慢慢的上岸，好，重心帮我压在岸边，对，很好，核心 hold 好，对，很好。刚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紧张？对，有点僵硬，有点僵硬。但是站了之后就知道了。对，站了之后就知道了。啊，其实如果下次真的就是在安静的水域滑，我应该会比较好，会比较松一口气的感觉。对 对，下次会更好。啊，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就是它这个板子有没有限制，就是上面的人的体重？
基本上是没有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想玩就可以玩。对，想玩就可以玩。OK， 了解。所以8岁到80岁，你只要有兴趣就能玩。对，在安全的情况下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刚刚上次有讲到的，如果真的不小心啪啪掉到水里面的话，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救援的方式，还是上岸的方式？对，就是我们如果在海边或河边，你掉下去水里面，它有一个上板的方式，那其实很简单，跟冲浪有一点像。SUP 的时候，你就是尽量放松，对，因为你如果全身僵硬的话，你反而更容易就是翻掉或是掉下去。全身僵硬其实3秒就累了，对对对，而且你这样会很浪费力气。哦，我刚刚是的确是有点太紧张了啦。对对对。但其实我相信就是哦，你尝试过知道那个感觉之后，你就说啊，对，你就知道了，大概它会发生什么样子。对对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没问题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大家。